台湾稍微有点，很高兴的能够我们又聚在一起第二次座谈会。日本国是个经济万国，希望我们这个台商大家日本大家的力量来带动于亚洲东东京大家的意见，我们都是在后面支持我们的。 乔委员长也希望我们这个侨团就是要联合就是力量和谐。先第一个就是说先把草案看一看，大家念一次看看。那我就坐着来念啊。好，你要什么？好。那如果说没有举手的话，就慢慢的就一直念下去了，就表示说大家没有什么意见。我们希望呢这个会啊，早点哦，是不是要请侨委会的委员长或者是副委员长？ 或者是处长啊，如果是有空的话，到东京来一趟，在举办这个成立大会的时候呢，也可以请他们来共襄盛举。因为现在会啊要来做一个变化的时候，大家也许还有点就是整体上还不够的地方。就是、今は組織を作るのにあたって、組織はどういう組織にしましょうかっていう議題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ね、皆さん。 東京の方で提案が通過したということをもとづいたご提案なんですが、今再度確認しますが、会長、東京は通ったんですよね、提案でということ。通りました。通ったんです。はい。式は、この連合総会の下に地域の会がある、各分会が、分会って、それぞれの会が連合総会ということで、決定しました。 在亚洲分担多，一般话到底是呢？对，参加者不担，ということで、ということだったんですね。さっき参加者不担ということは決まったんだから。大事だと思います。总会章程、会则制定、委员会制定で任。はい。召集人東京の総会長ということ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はい。这个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先把章程制定下来，章程如果没有制定下来。 什么都不能动，就是董事会我们今天的做一个决定啊，就是说我们的总会长，每届2年一届，总会长400万，副总会长50万，城市200万，然后理事一届50人，每人10万，500万，1100万。那第一的会员，我们预计大概有，全日本150个。 每一个人大概2万，就有300万，全部合起来1400万，那1400万每年只有700万，好不好？有没有700万来当会员？多谢大家。